喉咙里啊，如同卡了一个东西在里面，像吐的感觉卡在里面，像条蛇一样的往上爬，好像蛇一样的东西往上爬，爬了以后从喉咙里面上去，好像穿过头顶。一条喉咙里边，像条喉咙啊，喉咙里边像条蛇啊，穿个头顶，哦，转过去啊。因为前两天听歌啊，听歌，像一条巨龙啊，翻山越岭呐。听歌听多了以后，以为那个，以为我喜欢听的啊，实际上我听那个人的几种声音而已，而不是听到夸张的内容啊。我只是听他的调而已，我只是听他用不同的声音唱出来而已啊，我只是用不同的声音唱出来而已啊。因为我听着一条巨龙翻山越岭的时候，我说像蛇一样的东西，原来像龙啊来了呀。原来我们一直听到一个词叫叶公好龙，也叫蛇公好龙，龙啊。看到我翻来覆去的听那个天路啊，实际上我听那个农村歌手啊，乡村歌手那个叫李默尔的，因为他用十个声音来唱那个天路的时候，我是听那个十个不同的声音而已啊，而不是我听龙。但是呢，那个龙听到一个，他认为啊，听到了一个像一条巨龙啊，翻山越岭的啊，像一条巨龙啊，龙就来了啊，龙来了。龙来了啊！我就反复讲了，我不是注重要点，不是在龙上面啊，要点不是在龙上面，要点不是在龙上面，要点不是在龙上面，要点是他用十个不同的音调唱出来，用十个不同的音调唱出来，而且呢，这十个不同的音调是由四个三胞胎，唱出立体声的歌声来啊，是我欣赏的这个，而不是欣赏龙，碰巧他唱的内容是龙。啊，碰巧唱的内容是龙啊，但我的要点不是在龙，而是听他那个十种不同的音质在唱。要点是不是在龙，而是在十个音质在唱。这么一听以后，那个龙啊，一听我关注的不是龙，而是歌声，我关心的是歌，而不同的唱法，而不是龙。这么一听一个龙啊，一看原来不是对他感兴趣啊，人家说的叶公好龙蛇公好龙对龙感兴趣，原来我不是对龙感兴趣，他慢慢从喉咙里面退走了啊，慢慢从喉咙里面退走，他有点自作多情的感觉，他自己意识到自作多情了啊，就走掉了以后，我喉咙里就不卡了啊，好知道了啊，再见了啊，再见了啊，再见了啊。